哎，是的，我喜的，今天来玩这个光谱持续啊。光谱持续的话，搭上我们的战争机器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卡片都是我们的持续流啊。那这个卡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哦，可以去看我们的将功流，还有去看我们的狗凯、杰斯、大牌、摧毁流，我觉得都相当的不错。那玩法其实很简单，中柱有我们的这个星际少女，那而且这个一回合有回这个什么黑神模式啊，还有这个战争机器的联动的话，我们可以在最后第五回合的时候下这个。黑神模式，如果你在第四回合稳定的有战争机器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牌哦，没有第五回合是没有牌的，所以说第五回合可以再做一个反制对手的动作，然后在第六回合打一个光谱大爆发，可以让对手误算很多伤害，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玩的套牌。那你要放类人体的话也是 OK 哦，这个只要是持续的话都 OK。那这边的话，一费其实你也可以放弃这个持续牌，可以去放我们的回声啊，可以去放我们的骚扰的牌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出发，来吧，喵，我放添加，哦哟，添加满。风，与我手，那配对机制都有这么好吗？不噜不噜不，不噜不噜不。不噜不噜不，不噜不噜不，海绵宝宝，克制你一下。想烂，哎呦，啊，我还是能放牌啊，老哥。好嘞。不噜不噜不，不噜不噜不。正义铁拳，康烂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啦，康烂哦。康烂，再见。我一张。制裁者可以换琴，是可以啊，但是如果你的战局上没有抽到那个谁啊，战争机器，你就把自己卡死。而且现在我觉得，那个战争机器的关系啊，琴的身价就掉了。现在你基本上第一天就长这样了，第三天、第四天更恶心。基本上，哇，把自己卡死。晚上啊，阿成，那我这边没抽到，你像我这边没抽到战争机器，我把自己弄死啊！场地好鸟啊！战争来一张吧，兄弟。鸟呗，三倍哎，极速感觉可以哦，极速好东西。下一回没有战争机器就不打了，太痛苦。哦，谢谢你，我靠，哦，天哪，没过这么好的哎，老哥，我超感谢你的哎。我一命啊！我高喽，还敢唱歌啊？我摸头，还敢唱啊？我似乎发现新大陆，这倒有点料。啊，完了！卡牌效果没了。阿靠赛对不对？哦，好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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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这把怎么这么强？好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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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稳！哎呦，这个场均好像也不错。好稳，好稳，好稳！怎么会这么稳？这能输？大风雨大群，但是你也不可能暴风雨大群，虽然是真的是无解了，我讲真的，
多数情况下是无解，就撤退就好了，乐观一点，心态稳一点就行。确实啊，你三四五，如果你没有准备反制牌的话，基本上就要走了。哦，这能输哦？长这样跟鬼一样哎。那我觉得这样加一加差不多了，他也不用这边不用再打了。海绵宝宝，偷币哦，偷到什么东西啦？不是了。对，有点强。他应该误算吧？开光了，他一定要移呀。那我就开光，来吧，哎呀，下去。就地。干，我去哪被丢了？要被我锅了吗？抱歉。有点大。这直发的好帅。什么意思啊？他绝对误算。好帅哦，这样好强哦，这样看起来很厉害。怎么办？这样看起来蛮厉害的，怎么办？是这样子。开光！给库去哪里？完美的脚，四次脚，完美的脚，四次脚，完美的脚，四次脚，还敢当十环呢、哦？我十环我九屁啦啊！你十环我九闷呐、啊。